9547，请说。统神，不要再接那个老油条的电话了。我什么老油条啦？老油条的电话啦，他那个听了我声音有点小，声音有点小。听了他讲话，我智商会变负100了。啊，你以为我2100哦？每个观众只有30秒的时间，我不会这样子啊！我都是讲到自己爽啊。好啦，请说啦。统神，上车喽。